三米一百五十。安尼敢要搁花？就甲我互我介绍，你要讲几届？这一包百二、两包二也是两百就好啊，这两包搁送你啊，两百搁啥物事啊？200块就好啊。小姐，开两包啥物事啊？公关，来，来个来边上。钱书记啊。钱书记来。左边。左边啊，我先来处理。来，这钱书记上，我叫你吃看卖啦，哈，来啊。这一包免二啊，我这免介绍啦，过着无一个无来啦。我敢大声把你讲一句话啊，这两包装起啊，两包了，包装200块，还是一样的。一包二，哎，阿姐，两包来两包，上面写，无共人呀。我晓得，石香姐。对个，一共一路。石香姐杀过来。两包够要吃台式盐酥鸡的无？有啊吗？有我就收啊。来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收啦。好，你话怎讲无啊？老早还是嘛无，来个来买啥物？但是你上一块回去，我卖了无？有啥物我无卖？把手上回去。来，这组合干杯啥物事啊？大你要几包？三包六百了。这样组合干杯存一包两包，啥物也无啊？存一包两200块，200块。生死的干杯没有？生死无，没了，没有，生死没有。这种也做得了吗？看没收到，你两手人客的啊？来个来买啥物？来，我上好些啦。来这哦，这我卖了上好的啦，这鸡腿骨，这一包10条啊，这一包唔免300，唔免二啊，我200了啊，200块，我把你肥心过加足好个啊，200块俩。200块，攞我一个对袂了，不要制造一个，再搁一个200。可以啊。有咩逼图？来200了，200够买来无？姐姐帮我取一碗面条，应该还行啊。鸡腿就200，够有要来吗？来，姐，面条我已经可以啊。最后这200来，我包了要来无？100就好啊，拢无啊，就这200，100。开慢一点。我没有要等你。伊还袂动啊，还袂动，伊可能动塞车。这200100要吃来无？没有。来啊！100帮我收一下。好，这两箱。这钱要拍了啊？用钱来用炸的。两箱，啊，这个美女来坐，好，拜拜，好，谢谢啊，美女，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来，我过来，你坐，慢呀，你坐慢呀，咁慢，这两包我先甲卖卖，这两包我卖卖，美女，我想这保险也是黑的，我上面有集中啊，来啦，我们做，哎、欸，你有哪要食鲑鱼的迄个尾段无？哦 ，OK， 这种煎的最好吃哦，吼，这鲑鱼尾。这一包唔免300，唔免让你开以后，真正你甲厝一块柠檬，足香啊，用一块胡椒落啊，200上面是啊，鲑鱼尾200块一只。伊有想法滴啊，来200个要来无？200块，最后一包，200块落啊，200块落，200块，150，130，120，100落啊，来给阿姊啊一包伊啊。阿姊啊，你包一包，你落了剩你包俩，好啊。啥物物件？来，只200，收到。来，先看看收着。东西不多哎。刚刚反卖就买一堆了。大哥，来上面。奇怪的。今天我先来看一下，你看人多起来哦。比较烦。来，小雪。小雪。小龟。小龟有啊。啊，小雪拢规箱包伊啊。恁今天放假？没，我今天放假。哦，小龟。穿鞋啊。啊，这个我介绍你，你穿个小鞋。哎，鞋穿天花。那这恁买买好无？这全部贵啊！恁买买好无？阿叔平啊，平个。来，要拢来，我免介绍啊，免介绍，抓起吧。今日几下拢来，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，都计起来啦。我去500。好，500斤。来，飞过去。啊，是阿贝贝。嗯。没有。你要先。先记等等。伊啊，先落落啊。系啊。阿叔，迄首你再甲阿峰提起，你莫讲无聊，我画一百斤，你莫发生过这個问题。来，说要食小鲑鱼的，想要食免500、300落啊，300块。这小条鲑鱼300块落啊，300块。300上面食小鲑啊，300块落啊。300上面食小鲑鱼的无？300块，这真正足香的哦。大块鲑鱼、大块鳝鱼是咪拢无啊？来300落啊。300搁少一个，我300块。这种真的足香的，300落啊。你若要搁食三个，我讲啊，稍微放下去了，我袂卖掉。来，再搁送你啊，300块，平安真切的哦。来，300落啊。
冰无，啊？换一支冰无。同我袂了呢，有搞要换一支冰啥？真正袂了，我冰块一工三十阿面吼，即拢我哩，我今日加做济哦，恁豆豆食哈。有排这样，最近缺货，不过好像快到了。来了，来包过，我再要我看。你阿敢无？阿姐。三百拢。三百够买啊，那无四百。小锅鱼哦，这种煎的真正都鲜的哦，你要不要上来啊？沙巴拢来哦，有啊四包。我这个天是有够翕落。这个赤小腿卖的。把它做收掉。肯定来噶唔？系啊，来啊，礼拜啊，我咧看。哎，你有哪要食这无？这春节我卖卖好无？三包有哪要来无？你会掏钱啊？收钱啊，收钱啊！四包你啊，三包了。最后这两包百五要来无？这两包百五，我后尾吃一百五，百五块，包括啥物啊？这我爱注意哦，一个塞车袂我袂好。规日平个生活先来，莫去正中。所以这也是啊，你莫阁加加在这。退来，我囥遮好啊。袂啦，你先来莫甲动了好啊，下日啊对哇。来，广式瘦肉粥。鼻掌家己买，鼻掌家己买，哦，卵家己买，卡落用我烧了做好食啊！一鼎百二，两鼎二也是，你甲我食看嘛，你绝对甲我好落一百落，来一百块，一百块落啊！你相信我，一百落，一百块，一百个要食无？伊要两百啊！一百个要啊！广式涮肉粥，这边到后尾啊，都还是做好食哦。我唔是甲你好食，这规包拢料哦。你等下用我烧食看嘛，好无？相信我啊，或者一包卖你五十块尔吼，来，迄卤啊甲带过了啊，字也加九百啦。即下即一包创咩也无啊？啥物啊？九百我走了啊。今仔无红衫吗？今仔是好，红衫今仔无，涨一千块。来，你要食啥物？我袂爱走啊。你听开只嗯？哎。拭目以待。是啊，这个，来点做要吃三百了，这拢无事。这一袋三百，两袋三百，三袋哦，你一袋要送个四袋三百。三百够要吃点做无？加两个。这高蛋白哦，嘿啊，你几只三百的金针嘛，吃几只点做呢？全世界剩一个三百要爱无？最后一个三百块要吃点做，还是要买两袋百块当个成果嘛？嘿，拢有啊吗？有我就收啊。三百百块。最后这两袋百五上面啊，几多有啊？来这边百五包过，喏。来对了，啊好落去啊，好落去啊，啊你拢用豆饼啊，这安尼叫冰刀啊，这安尼叫冰刀啊，啊是安尼啊。有人要食热狗无？这一百五十条，这普丰的哦，这真正咧早顿家己食，你免搁去用趁钱啊。这一百五十条，开一百落啊，这上好食一百块，一百个要食普丰热狗，一百块而已，一百块落。来，我下去吃咯。哎，到顶了。来，哎，你敢要食这麻辣的无？这我剩这三包拢无啊。你有要食无？麻辣牛杂，足香足好食的哦。这一包免三百，免二啊五，两个人加搞买拢无啊。一百咯，一百块。来，这多，两位。无啊，无啊。上新客气的，上新客气，你上新客气哦。还是你要双包？最后剩这包一包，上面来双包，这无共的哦。双包。谢谢。对咯。啊，多少人要吃这个啊？这一包两袋，啊，这有一包泰式酸辣酱，两包了，好不好？这两包你三包你好，四包拢给你两百块了。好的。最后这两包一包上面还无，月亮虾饼。对。要不要？这是，这两边这是。恁两个哦，拢爱煮鱼，爱上新客节，拢爱煮鱼节哦。来，啊，鸡腿客个，鸡腿拢爱吃。你有人要吃面包虾无？嗯。这面包虾腰瘦汤，美女，我今天要做这个了。来，这都用煎的，吼，用煎的，气炸烤箱拢会当。这一包餐厅卖讲煎鱼啊，我两包卖讲五百，拢无啊嘛。两个人家搞要上客两包当，好，真材实料的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收。有人要吃阿里山棒棒腿无？这一包黄鱼，腰瘦好食，这专吃的啊。你等下收八家用我小罗啊。这一包红鳌鱼啊，我两包红鳌五百，两个人家卖五百，卖四百，新客钱的新名，开两百了。来阿里山棒棒腿两百块了。两个啊。这个罗啊，这个罗，几个罗啦？这龙虾有无？你甲剁过了，不要制造垃圾哦。我今日龙虾今日无搞，剁过了。
你有记无啊？吗？最后一包一包上面也无啊。最后一包一包上面啊。最后一包一包上面啊。无啦，我要叫你提好尔。第一个买啥？第一个给人包啥？来，这包五十块，提这份，一家都要处理的。来，黑姐，来，你要你这阵两包尔哦。你要吃这无？你敢捌吃过水晶虾、吃啦这龙虾虾啊？这一包免三百几啊，无一包两只虾啊，两百了。来两包，最后一包水晶虾饺，真材实料哦，吹吹好啊，提过来。我买一个什么货？真祥的，奇美叫什么？小龙汤包。来两包啊。小龙汤包。这找我清凉的了。这两包三包，我买买去。上面吃这个鸡腿的，两好凉啊。这一支含百八，两支含三，我还讲你要吃这支鸡腿的人客，两好凉刚刚。这个准时五点半。两个人客，三个人客。我六点来啊！我讲真正哦，我即摆拢足早，我拢两点就出门啊。啊，我来到遮，我讲真的，我小妹都未足侪去啊。我唔是胡白讲话，我即摆两点啊，就是仓库看过来两座，我即摆提早出门啊。我拢先来遮小妹啦。我来讲，真两三四五六个人客要食鸡腿的人客三百了，300块上面就是300，这两支佫送你300，这两支够你啊，这两支够你啊。全部啊，全部三个人客了啊，300块了。你搞要买300无？这两支嘛不爱卖啊，佫送互你吃啊，包包过来拢互你啊。最后一个300好不好？搁一个啊，这两支搁送你，300讲到哪只啊？拢我你啊，我花300啊。来，最后剩一个100上面也无啊，吃袂了你要百块多少钱买一个啊？百块，你也找人七百啊？七百块一个，七百，你找个百块了，过来要干啥？